先后多次出演《射雕英雄传》中江南七怪之首柯镇恶的江毅13日去世，享年80岁。3月30日在世界殡仪馆设灵。江毅生前性格耿直，受不少艺人爱戴。郑少秋、刘德华、古天乐、刘青云夫妇等送上花牌致祭，黄秋生特地前来与前辈告别。老前辈都教啲后辈多嘢。著名导演杜琪峰一身西装现身，前来与江毅叔告别。在接受访问时，杜 sir 还忆起江毅对演戏的执着严谨，表示江毅骂人是出了名的。严谨呢，即系一个非常之有语言道德嘅人啦。听讲佢严谨得嚟咧，有时啲演员唔乖会闹人噶。都好出名噶呢样，即系佢呢样嘢就。